为了万出道两个月，六日首度来台办见面会，吸引上千名粉丝到场朝圣，票房收入更旗下口流，成为本年度见面会之冠。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位台湾出生的赖冠霖，出道后也是首次回到家乡开唱，觉得新奇，因为当时一看的时候其实也知道不知道自己能当多少年的练习生才能出道，然后现在回来之后我就觉得高级。他们的出道专辑不仅热卖70万张，主打歌曲更拿下音乐节目15冠。虽然才期间限定，预计明年年底解散，但也完全是个最强新人团。